虾，开始加热，然后就循环水，就加的循环同时打开，加的循环同时打开，你看呢，看到这个水出来，然后就开始搅拌，开上面走，开上面的，开锅里面搅拌。打开了，你不用切。这是调质量。调质量的。关掉，可以，懂了没？